Hi everyone.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the Hikang Community 2019, and uh,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in from whole world. Yeah. So, uh, let's begin. <laughs> okay. Uh, this year, our slogan is trust in the untrusted world. And uh, in this, as you know, in this world, everything is untrust. Yeah, everything is, nothing can be trust. So, uh, but, but, because we have some, we have hope of something. So, there are still, still have, little bit you can to trust, okay? This is not important, yeah. So, the important is list, we have the interpretive service. So, you can use the link to connect to the interpretive service and uh, listen in our listening translate, okay? Yeah. So, from now, I can start Speech in Chinese，Yeah，Yes，<laughs> 好，我搞定了 <laughs>，OK，我终于可以讲，我终于可以轻松的讲话了，哇，真是，感谢各位来到这边吼，那那个口译同步服那个服务就在这边，然后你只要用耳机去听，就会有同步口译，OK，好，那。 呃，我们就快速的带大家来来看一下，说今年我们有什么样的活动，OK？那当然，当然，在开始介绍活动之前呢，不免俗的，我必须要把我们的主办的一些伙伴们都介绍过一遍。所以，OK，呃，今年的主办呢是还台湾黑客协会，那还有。 我们的 founder ChangeRoot，然后还有非常感谢，让我们可以使用这边的中研院，那他们也是我们的主办之一。那协办呢是 IT Home，IT Home 基本上是在一些神秘的地方帮助我们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是我们的协办。那为了让大家其实每年的。 举办成本都越来越的越来越高，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要去努力的去找赞助。那尊荣级的今年今年最高等级的赞助商是我们的奥义智慧科技，对。然后呢，天龙级赞助商是 d e v c o o e 跟中华治安国际，然后钻石级是乐天跟 IP IP。 然后经济赞助商呢是安华联网，然后工研院、工业技术研究院、数联治安，然后财团法的资资策会啦，好不好大家应该都听过吼、哦。资讯工业测进会，好，很很难很难，然后最后是见证数位，然后呢，各位应该有看到满满的电路板吼、哦。 这个是每年每年 h e c c o n 的一个特色。那我们非常感谢那个联发科技以及迈特。那迈特基本上是做电路版的，所以可是他赞助我们非常漂亮的，就是帮我们制作很漂亮的外盒这样。那大家前面应该会看得到，对，好。然后特别合作呢是一样也是 sponsor 的身份吼，那也感谢他们。 有那个如梭，然后天龙资讯、一零四科技、奥义，智慧科技，然后再来是呃 Panrama，OK，、OK、让我卡一下。对，那右上角那一个呢？那个看起来 ISIP 是教育部的资讯安全人才培育计划。 好，然后呢，这些呃，我们有一些赞助商有设计一些题目呢，那他们就是有中华治安国际、苏联治安、d e v <af> c o r e 跟奥义，他们都有设计那个更进阶的题目，等着大家去挑战。好，然后呢，我们有一些社群的朋友，今年有来跟我们一起一起摆摊，然后加入我们，那有来自高雄的 m a r k a n 跟 UCCU，然后。 TDOH，然后还有两呃，好，右上角一样是那个自然培育计划、自然人才培育计划，然后中间有两个比较特殊的是来自日本的 Mini Hardening 团队，然后还有来自香港的 V a Conf，对，那他们都有提供很有趣的活动在各个摊位里面，那欢迎大家去去了解。 OK，那再来就是我稍微带大家看一下，说我们今年到底有什么活动。你在这两天的活动当中，你可以去参加什么样的的？除了听译层以外，你有什么样的小活动可以去参加？其实这些活动好像一点都不小。OK，呃、uh,，He Can One On One，He Can One On One 呢是社群分享，是由社群的朋友们提供一些一些呃提供一些。 课程，然后它也是一个 talk，、er, 对，那它的特色呢，就是非比较简单的治安相关的议题。那如果你是初学者，那你如果对议程真的没办法吸收那么快的时候呢，你可以考虑去 one on one。那 one on one 应该可以帮助你快速、比较容易的进入治安的领域，你也比较容易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 然后呢，算命摊是以往 h e k o n 的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活动哦。那只是这近几年有稍微稍微改变。那算命摊的部分呢，是呃在第二天会有啊不对，第一天会有那个我们下午会有我们 h e k o n 的 Review Board 的成员呢，把某些难度比较高的议程。 然后拿出来，重新的咀嚼之后呢，再重新分享，然后跟大家讲说，你怎么去看这个论文啊？你怎么去听这个 session？然后你怎么去理解他到底在讲什么？OK，这就是我们的算命摊。那一样不免俗的，我们还是有众所期待的奇葩奖。对，那欢迎各位明天中午过后。 的议程来跟我们参与奇葩奖的颁奖典礼。好，然后这呃 h e n 这几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project，就是 Zero Day 的一个 project。那它是台湾版的漏洞通报平台。OK，那呃，在这两天里面呢，他们也会有 session 呢去介绍，会有邀请。 一些比较完整而且精彩的漏洞通报的人来到台湾，然后去讲解一下，说他怎么去发现这些漏洞，然后呢，也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好，然后再来呢，会是 Hack Do 的颁奖。我们去年去年有一个密室逃脱的活动，相信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 我们最近呢，把它变成了一个短期的活动，办在那个文化大学的一个场地。对，那目前截至目前的最快破解的队伍，我们将会在明天颁奖。那也欢迎，如果你对你如果去年没有玩到密室逃脱的人，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欢迎去报名。 参加，可能要组队一下，你们可能要组队一下，组队参加这个密室逃脱，OK？好，呃，今年我们跟其他的社群合作，导入了 Opass。我知道在昨天有一些些声音，那我必须说的是，如果你对 Opass 有任何的疑虑，其实欢迎欢迎去帮他们 call review。对，既然 是 h e c k n g 的场子，那就是帮他们 call review，没问题，我相信那个他们的 founder 会非常的开心这件事情。所以呢，如果你对他们的 app 或者是平台有任何疑虑的是的话，那欢迎各位去送皮啊，他们会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呃，这一次我们用 opus 呢来通关，相信今天早上应该有一些人已经用 opus 来报道了。 那在里面呢会有议程表，你也可以对议程去做 tag。那时间到，如果你有开通知，你就会收到议程通知，就是议程要开始了。那你可以自己去，我们也会有那个大会公告在上面，对。然后我们也会推播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对，待会兒会讲到。好，那。 接下来我稍微讲一下，说今年有哪些的小活动哈。那狩猎者行动，呃，狩猎者活动呢，基本上各位关键字就是 QR code 跟 o Pass。对，你可以用 o Pass 去扫那些 QR code，然后开始解题，然后解完题目呢，散灭出去，你就会拿到分数，想办法得到越高分，OK？ 后面我会讲为什么你要得高分，然后再来是摊位的治安挑战赛，摊位的治安挑战刚刚有讲到，有一些厂商有提供那个一些题目，那通常解过了，我相信他们不会亏待你，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去尝试，去解开他们所设计的题目。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台湾电路板，就是。 现在我身上闪亮亮的这一块，那其实它很难得是用台湾的造型去做一块电路板哦。那那呃，如果如果你要玩电路板的游戏，基本上它里面有烧一些有烧一些题目在里面。那如果你想玩它的话，如果你还没购买，欢迎在我们的纪念品摊位，你还有机会可以得到它。对。 那呃，电池的部分是乐捐哦，然后那个就是你找乐捐，反正就可以拿得到电池，在服务台都有。然后呢，因为呃，我必须说啊，因为他待会会提到，就是上面有一些些小小的缺失，小小的缺失，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手工，请各位手工加工加工一下。那这个细节待会会提到。 最后，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努力呢？是因为今年呢，我们要把很多东西送出去。我们有一准备了一大堆东西要送给各位，对，那就是我们的一番赏。刚刚提到的狩猎者行动，然后呢，呃，摊位摊位的活动，然后几点，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去抽一番赏。 OK，这些这些活动，只要你参与的越多，你解的题目越多，你就可以抽越多次。OK，那详细的规则呢会在官网上面，我们会尽快的放上去。对，那或者是如果你已经解到一个进进地步了，你也可以去那个纪念品纪念品摊诶，纪念品摊位去去抽奖。 对，反正我们准备了超多的东西，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送给大家。OK，好，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你越早去抽那个抽奖，你就会得到车轮饼，因为车轮饼是限量的。OK，我们有今年有有特殊造，哎，不是特殊造型啊，我们有那个漂亮的车轮饼。 现现场制作的车轮饼，不是那个买进来会冷掉的，是拿到你手上还会还会烫手的车轮饼，好不好？然后最后呢，一样，去年大家玩的很开心的，自己的电路板自己焊，OK，就是远远的这一块。然后今年它是一个魔法阵的概念，对，那一样，呃，如果你对这个。 亮亮、闪亮亮的东西有兴趣，那一样就是，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已经有拿到了。如果你有、你有、你有在第一阶段购买电路板的人，我们都有送。对，那其他的，如果你要、如果你有想要的话，纪念品摊位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这是我们今年的纪念品哦，那有衣服、背背包，然后呢还有那个浴巾跟抱枕。 对，就是，对那个抱枕超可爱的，一只猫。我相信用猫应该可以收买大家。希望对，希望希望。好，最后呢，呃，接下来是那个人才招募专区吼、哦，那个不管你是要找工作的，或者是你要找人才的，都欢迎你去张贴，或者是去看一下人才招募墙上面的资讯。我记得上面已经有人贴了。 而且应该，我记得好像不止一家厂商已经有贴贴资讯上去了，所以欢迎各位去看一下。一样，今年会有 Lightning Talk，那一个人五分钟，然后呢，我们总共只收八组，然后呢，呃，今今年不好意思，今年定一个规则，好吧，就是工商时间不可以超过十五秒。 好吧好，那不然那个工商超过十五秒了，我觉得我们会直接直接进消国防国防部盖上去，好不好？OK，民防强。呃，民防强基本上就是各位的无线网络呢，基本上会记得加密吼、哦，不要不加密，不加密呢，我们就会把部分部分资讯。 秀在绵羊墙上面，希望你不要是绵羊墙的一份子，好不好？那就是尽可能的去加密你的连线，那你也可以顺便看一下說，说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在上面呢，记得看一下为什么。OK，在这个在这样的在二零一九了，基本上还是要应该要什么 HTTPS 是基本人权，加密是基本人权。OK。 好，呃，我们今年跟日本的伙伴合作了 Mini Hardening，他们把他们在日本办过很多场的活动移植到台湾。那它是一个 Blue Team 的活动，那四个人一组。那如果你不到四个人，他们可以帮忙你去配，就是跟别人合作这样。那它是一个 hand 那个 hand on 的 exercise 哦，所以。 需需要带电脑哦，那目前目前还有一些位置，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它是第二天整天的活动。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他们会设计很多的关、很多的关卡跟题目来让你们去解，然后去防御，然后去修补这些漏洞。OK，那欢迎各位报名，因为还有一些些，还有一些些，还有一些些。 位置，OK。那 V 叉 VD 局是由香港的朋友 V 叉 k a n 所带来的那个 USB 的一些破解，就是去，就是你可以去怎么去硬体破解这些东西。所以呢，你必须要把你要破解的东西从电路板上面解焊，这是他们的。所以呢，你把。 硬题拿下来之后，你要怎么去读取它？你要怎么去破解它？这是 V 叉 V 技局所带会带给各位的东西。OK。那我们今年跟大华之安跟 IT Home 有一些合作关系，所以呢，我们会把一些精彩的议程呢，应该是说我们会请那个大华之安来采访一些精彩的议程。那 然后让用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再跟比较对自然没有那么熟悉的人去理解，到底这些议题到底为什么有这么重要好？好，Heckon 传统冰淇淋，对，这个是每年都有人说要把它拿掉，可是呢，通常只要有人提这件事情，一定会被否决，对。 因为我我自己也很想吃，对，所以怎么可能让它被废掉呢？所以呢，冰淇淋不可少的。听说今年的冰淇淋量非常的多，所以请各位努力的把冰淇淋吃掉。我相信台风不会来所以可以吃冰没关系。虽然说我现在在感冒，啊，好，那公告的时间呢？我们会用 OPUS 去推波通知，对，所以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我们我们在那个各位应该也，如果你有仔细看我们发的信，基本上我们应该有提到冰淇淋的发放时间，OK？那如果我们也会用 OPUS 的通知来 push 到各位的手机，然后通知你说，哎，我们要开始发冰淇淋了哦，赶快去排队。那希望各位吃的开心，对，这是我们今年的悲具哈。那这个。 各位，那个，听说听说听说这个这个我们的设计者说呢，我们的设计者说，这些颜色跟金曲奖所用的那一张得奖名单是一模一样的材质跟颜色，好吧？各位有没有有没有觉得很荣幸，可以跟金曲奖拿到一样的东西？对，它非常的有质感。 好，那各位也可以去那个，各位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说你身边的人的背脊，它是什么颜色。如果你有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找互相交流，然后拍个照这样。OK，好，回归正题，基本上还有一些事情还是得要提醒大家吼那个，请全程佩戴你的识别证。如果你没有佩戴识别证的话，基本上我们很尽责的。 门口守卫员会把你拦下来，所以当你离开座位、离开会议厅的时候，记得，反正被局就带在身上，不要离开你的脖子，OK？啊，如果你拿下来了，也记得把它挂回去，不然你可能真的会进不来。那会议厅呢？三个厅都是禁止饮食，禁止饮食，只有水可以。好，只有水可以。那我必须强调的是。 只有水可以，然后杯子也不行。你要带进会议厅的，一定要有盖子哦。所以那个我这样扫过去，我我有看到一些啦，所以就麻烦各位，会议厅里面不可以有水以外的饮料。然后呢，一定要有盖子，好不好？然后吃就不用讲了，绝对禁止饮食，拜托。因为这个场地是。 那个不要害不要害我们来不了这个场地，对，大家用这个场地应该用的蛮开心的，OK？好，那希望各位在那个会议进行中呢，请把你的手机设为震动或静音，尊重他人，OK？然后呢，各位请不要占位置，如果你长时间离开的话，请把个人物品带走。那我们会在。 中午的午餐休息时间以及下午茶时间会执行清场的动作，那再麻烦各位配合。艾雅西聊天室那个艾雅西，这个上古时代，哦、这样会不会得罪到一下，应该好，没关系啊，得罪就得罪，反正我也是上古时代的人。那个艾雅西，C, 如果如果你对艾雅西没那么理解了解的话。 你可以用网页版的吼，它就是一个聊天室。那上面各位应该看得到网址，OK？所以呢，可以进加进去跟大家聊聊天。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上面提出。然后呢，大会的无线网络，我相信你们应该已经连上了。这个是这个已经是基基本人选了機的两个基的基基本人选，所以我相信你们应该已经都连上了。那还没连上的话，那个。 我讲这么久了，应该你也看得到账号密码了，好不好？OK。好，然后呢，自由乐捐的部分呢，有电池、耳机。如果你要听口译的话，如果你真的没有戴耳机，我们有三点五，三点五就是一般的耳机孔啊。那个 Light Lightning 啊，跟那个 Type C 啊，不好意思，没有，对不起，没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对不起。所以我们只有普通的耳机可以。 供大家取用。好，呃，哎、欸，这这一段我是不是应该要讲英文？因为昨天在瑞的时候就一直被被戳说这一、这一、这页要讲英文。If you need any support and you can find there have stick in there。哇，太棒了！哇，这个意外真的太棒了。好。 也是康，o 而且是绵羊抢 <coughs>。好、啊，大家反正我相信你们也没看到，也看不到啊。对，它只是个断线。OK、oh,。哦 if you a n d you need any any help, please find the state on their call call. OK。那基本上这些人就会讲英文，也会讲日文。哦、oh, OK。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发现你旁边的外国友人抓着你，然后呢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你也可以去找这些人。 好不好？如果你的你的英文比较薄弱一点的话，那你也可以去找这些人，或者是哦，我们有很多我们有很多的日本友人参加，所以呢，如果如果他他他有一些你听不懂的东西，你可以找这些人帮忙处理一下，沟通一下，OK。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那个遵守。 大会的行为准则哈，那个还是有一些事情不该做的，还是不要做，不要攻击大会的网络，谢谢。OK，感谢各位。那在我离开之前呢，基本上我相信各位应该有蛮多的疑问，是有关于这块电路板到底该怎么玩它，对吧？呃，我我知道这块电路板今年。 这么说好了，这块电路板今年的销售销售的数量稍微多了一点。那玩，我很开心，玩的人变多了。那希望各位都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一块电路板。它坦白讲，它非常的不容易吼、哦。那呃，接下来我就要请这一块电路板的设计者来讲一下，说你怎么去玩这一块电路板。 对，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我们的电路板从第一块到到现在都是设计者的 d i l a n 你就继续。好，大家好，那个呃，投影片请上。哎，不要、啊，就按按下一页啊哦，不是升空。<laughs> <laughs> 好，那个跟快速跟各位讲一下哈、哦。 呼应这一次的主题，呃，什么？Trust in the untrusted world。Trust in the, the untrusted world。Oh, unt <laughs> 哦，那个其实各位现在用的很多手机或者是晶片里面用这个 ARM 的这个呃晶片哦 CPU，其实里面有内涵 trust zone，就是 trust zone。其实你以为 trust zone 很安全，但是实作上面其实已经。 陆陆续续已经回报出有很多实作上的问题。我们这一次用的这个晶片，其实里面有含 o 这种，我们先不告诉你是用哪一颗。那这个大会题里面就有含这样的题目。那我简单讲一下哈、哦。现在有电路板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好，那个你们现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打开来，然后呢装电池，然后装电池的时候你会发现。 哦，那个电路板的这个电池盒，它好像有点松松的，因为呢，呃，我们在工厂打件的时候，我们用焊的。那焊的时候呢，那个我们没有贴上那个泡棉胶，就是把那个电池固定。那各位可以去主办柜台去要这个，去索取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啊，布胶啊、哦、布胶。那这个布胶呢，你只要撕一小段。 就是塞在电池盒后面，它就非常稳了，这样就好了。好，那这个是第一关，<laughs> <laughs> 这是第一关。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呃，这个你拿到这个电路板之后，呃，它总共二十四个乡镇市的灯，好，然后这个灯呢，我们设计的活动是这样子，就是。 你我们现在有摊位，大概十几个。然后你到现场摊位，你回答他们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会帮你把电路板插上 USB，帮你解开那个 key。然后这时候你的某一个灯就端，一开始所有的灯是不会亮的，就是它只是亮红色还是亮什么就灰是暗色的。然后呢，这个所以说你大概每个摊位解开来的话，你会发现它会亮灯。好，你怎么看？ 你的灯有没有亮？你把它打开，插上电之后，我现在重置，我这是全部都解开来了啦。那你会看到，就是你像我这个的话，就是全部都亮。那你们的话，可能就只会亮一颗，哦，亮一颗或两颗。如果你解开来的话，那呃，好。那为了让各位这个带在身上之后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我们设计了。 那个 pattern 就是说，它会循循环。你你你你把这个画面哦，按右键，它总共有四个视窗，你按右键可以切换一二三四。你切换的时候，你这个是第一个 pattern，你解开来的第一个 pattern，它就是全彩，你就会跟完全跟其他人不一样。因为别人可能就只有某个线是亮灯，但是你的是，你的整个线式的灯全部会跟。 七色彩虹一样一直在那边狂闪，好，那别人就表示知道说你已经完成了一个 pattern，完成了一个样式，好，所以你大概解开约两到三个摊位就可以解开一个样式。我们总共有十一个样式，摊位可以解开八个样式，然后那个大会题可以解开三个样式，就是大会题有三个 pattern。 你要打进被举才能解锁，那怎么打呢？怎么玩这个游戏？它旁边有 USB，你把 USB 接上去之后，你就会看到游戏，好，你就会看到游戏。好，那如果你在明天我们演讲之前解开来的话，你会得到就是奖励，然后你第一名的话会获得明年的门票。我们明明天的演讲会详细说明。 题目怎么解？跟这一次设计的所有的秘辛，好，就是明天大概两点多的时候会有一场演讲，是专门讲这块板子的。好，然后，呃，这个这个背景的详细的切换哦，你可以按左右键去切换。第一页是显示你目前的解锁状况，亮灯的。然后呢，上第二页，你可以用上下页选成不同的 pattern，然后呢。 这个第三页的话是自己点灯，你可以自己点亮你的灯。好，那个这一块板子，如果你之后买了之后带回家，你是可以自己 program 的。它我们没有付康守线，呃，我们没有付那个烧路线，那你可以自己去买烧路线。那如果你不买烧路线也没有关系，我们里面有 program 是可以让你用 USB 送 p a t t e n n 进去，让你自己点亮哪一个灯的。譬如讲说，你明年投票大选的时候。 那你自己可以把它放在那个电视机前面，然后自己叫它亮哪一个灯，然后证明说，呃，你要的线是已经就是就是就出现什么颜色之类的哈，好、哦，这是我我随便讲的哈、哦。你们你们那个还有别种设计，比方说台风哪边有灾情啊，你也可以自己去亮灯，就在家自己爽。好、哦，好来，那个第四页是贪食蛇游戏哈、哦。 它有切换到第四页，U U S B 接上去之后，你在你的电脑上面可以看到《贪食蛇》游戏，打到五十分就可以解锁第一关大会题。第一关就是打贪食蛇，好、哦，跟我们第一年，我们做了三年，还记得第一年我们就是做贪食蛇是打 L E D 的那个呃，这个五十分你你玩得到，我投给你啊啊、哦哦。然后第三四页切换的话，那个。 因为哈、哦、上下左右打探视者都会用到，所以说你要同时按 A、B 才能跳出来，再重新切换你的页数页码，这样了不了解？没关系，你们都听不懂就扫吧。哦，这个说明书现在都 u n l o c k 了哈、哦，就是这边挑战说明全部都在刚刚的说明全部都在这个 GitHub 上面，我们待会会帮你放在 channel 上面，所以不用不用特别那个那个记哈、哦。好，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最后一句话就是谢谢呃，国内的几个赞助商哈、哦，就是支持我们做这个电路板这个活动，其实很有意义，因为其实我们在国外有看到很多呃研讨会、自然研讨会，它其实都是设计这种小的板子，然后里面含一些题目，然后呢训练年轻人去就是从中间学习一些自然的观念，从软体、硬体、韧体。 其实有很多东西，其实硬体是最后一关。假设你破了硬体之后，上面的软体怎么保护都没有用。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概念。我们是希望这个活动一直做下去。不过因为我也累了吼、哦，明年也不知道有没有，今年有可能是最后一块。好，大家请把握，要赶快买这一个板子，赶快过来购买。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好，感谢大家的说明。然后。 当我走下走下去又走上来，我就发现，我就突然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听说，哎，我是不是从头到尾都还忘了自我介绍？<laughs> 好，大家好，我是那个，我是 Jill，大家那个会叫我小瓜呆，那你要怎么叫我都 OK，反正我都会回你。对你单个字干嘛都都 OK。对，那我是今年的总招。 那希望大家在这两天的活动里面玩的开心。那我相信，说真的，呃，台风应该不会来啦，对，因为你知道台风，台风我们追踪台风追踪到头一个头两个痛，一个哎、欸，我不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对，那台风应该真的不会来台北，反正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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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啦，台北不会放假，好不好？生平第一次。 这么不希望台放台风假，大概就是就是今年的。好，那感谢各位，那希望各位可以享受这两天的议程，然后享受这我们的活动，享受我们的食物，享受冰淇淋，享受各个赞助商所提供的东西。感谢各位，谢谢。